而是江海，两股前街是江海，是你的店，这是水，是吧？这是水，哎，你这进来了是，你这进来了是舟是船，我这水呀在底下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水呢，都几个高度，一个是呢，调节这个小幅，你看小幅起，嗯，再一个呢，这个调你双膝，使你的剑，你看膝盖起来，哎，再一个呢，调你这里膝盖，哎，是吧？哎，再一个呢，船是斜着走，船是那斜着走，是吧？哎，上步就是这样，哎，说说这个如风似地啊，你看一来，你看水下去了，看我这水比他膝盖低，是吧？看那个右懒大意，你看我这膝盖比他低。哎，一来你往前一摁，你看，是吧？哎，接江和福州，哎，再这么一来呢，你使劲，你看，是吧？江福州，哎，然后呢，大胯是水，对方的劲是舟，哎，来你的，是吧？大胯接着的劲，哎，所有肩上来的劲都拿胯接。当这么一来，这个胯这么一撂，你看，是吧？哎，看胯这么一撂，胯这么一撂，劲就等着这个他这么一来，你看到胯上了，哎，再一来又到胯上了，胯上的劲不出去，哎，使你的双手啊，来看看，啊，嗯，是吧？哎，当这么一来，再胯往下一撂，我这胯比你小腹低，哎，一来，哎，是吧？哎，我这胯上就比那小腹肌，哎，就是这么一种概念，是吧？哎，打这个，嗯，哎，这如风似壁，就是这么一种安排。然后呢，是练松肩，两肩松到胯下，松到膝下，就是这就这么一种概念。当他这么使劲的时候，咱的肩呢，他的膝盖下不去，就往下松啊。哎，对，现在今天下身，那看，这江海福州，哎，当这么肩那么一松，松在你脚下边，啊，这是脚啊，肩呢，啊，松在你的脚丫子下边，是吧？你看，肩扛你脚啊，哎，再使你劲，是吧？肩扛你脚，这就是事儿，是吧？当你这么一使，你看一使劲，你看你的脚在我这肩上扛着呢，嗯，在那，你看。就是这么一种概念。